早啊，姐姐，来吃早饭了。你怎么还在我这儿？我不在你这儿能在哪？昨晚别提昨晚，我昨晚喝多了。干嘛呀？喝多了就不记得事儿了？打住！再跟我多说一句，你就给我滚蛋！干嘛这么凶啊？你这是要抛弃我吗？这套对姐姐没用，赶紧给我滚！哎，别！软硬不吃！别！你的？果然有病。早啊，麦姐。等等，你喘什么喘啊？你麦姐，这边装差不多了，你觉得可以吗？可以。那继续。可以，继续。他这是直接全垒打，把我打出场外了吧？陈老师休息了。没，麦姐不至于翻脸不认人吧？我只是想让你清楚，这是在工作场合。那你承认昨晚我俩？昨晚我们有做什么事情吗？美女，别老工作了。来，我请你喝一杯。还是我请你吧。